OK。Hello， 我们又来到。看到了、哦，半江蛋和弦，喵喵，当兵的回忆，我叫餐哪揪啦，你知道餐不？应该午餐，隔天要加啦，他现在没切啦、啊。有喜欢吃的了，可以加，直接加。那一份多少钱？75。便宜啊，现在便宜啊，这个东西有卖这么，它分量很真的很大，超好吃的，看这样子，超级好吃的，直接可以叫他加啦。我觉得怀疑哦，他那个饼皮好像自己做的，不是外面买的。嗯、啊，收哈，酥脆哈、啊。嗯。跟你自己做的不一样，你外面买那种饼皮不一样。外面买的皮不一样。嗯，对啊。昨天是炒泡面嘛？对。你要点这个啊？嗯。很方便，人家夏天的时候超级多人的。嗯。对啊。要加口啊！怎么形容这味道？应该有当过兵的，应该像我那个年纪有当过兵就有吃过这个。我那时候在上面，部队在上面，该是刚那个刚开创而已，这种蛋浆蛋糕。没有那时候拍照，那个时候是部队在那边呐、啊，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点这个去吃，就发明这东西蛋浆蛋糕。所以这个是我们2000年左右当兵的阿兵哥的回忆啊，哎呀、啊，来跟一下这张 ，OK， 你看他带两杯过来哈、哦，嗯，那过来，人家饮料还是卖便宜啊，20块而已，在小金门卖30嘞，好，很扯，快找店卖30呢，我都不讲店家了哈、哦，到时候会伤害到店家，我就不讲了。你要说卖个20，我觉得很合理啊，哈、哦，对不？是啊。一罐赚个7块钱 ，OK 啊！一罐赚个十几块，要寻个喊了、啊、，OK。嗯。啊，嗯。不错吃啊。它品质相当稳定啊，这次来都这么好吃。对啊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，拜拜，再见。